属鸡的朋友在本周里头要避免一些冲突发生啊，以免自己的压力提高。属狗的朋友，本周要特别注意哦，慎防过度的劳累而产生一些这个所谓的意外的状况。属牛的朋友，本周里头会发现，哎，我的成果很容易受到大家的瞩目，因此事业那么有好的机会。